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使用数据分析工具分析视频表现，查看直播数据。当您在 YouTube 上直播时，您能够在 YouTube 数据分析的互动标签上看到自己的直播效果。您可以了解有多少观看者在通过您的视频观看直播。您还可以查看观看者在您的实时聊天中发送了多少条消息。查看直播报告，登录 YouTube Studio 测试版，在左侧菜单中选择视频，在直播标签页上选择一项直播，在左侧菜单中选择数据分析，在顶部菜单中选择互动，找到同时观看人数报告。常见问题解答：为什么我看不到同时观看人数报告？只有在查看特定直播的分析数据时，系统才会显示同时观看人数报告。我找不到聊天消息数据，此项数据在什么位置？要查看在您的直播中发送的聊天消息数量，您需要先点击同时观看人数报告，然后使用指标下拉菜单从同时观看人数切换到聊天消息。要了解的指标：同时观看人数，一次观看您直播的观看者人数上限；聊天消息数，观看者在您的直播中发送的聊天消息数量。